小伙伴们，沙漠挖玉，赚钱还债。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条路，我现在就要沿着这条路上去。我现在还没有上去，我现在腿都开始哆嗦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给大家看看，这个路是这样走的，这样，这样，哎不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，天哪，好好困惑。上面你手扶着那个石头那个地方，特别感激张大哥和我弟弟。哎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早都滚到河里面去了，救命都没了。好，你们继续。这几乎是垂直的呀，这。为什么腿抖得厉害？谁喜欢？你看，咱大哥60岁，但是人家走的比我们欢多了。小伙伴们，终于上来了，啊，还没有上来，还有30米就到悬崖上面了，但是我的腿都已经紧张的发抖了。小伙伴们，我终于到车里面了。哎，现在脸上全是沙尘，眼线花成这样。我觉得我拍视频不画一点眼线什么的，我觉得镜头面前自己太难看。但是，真正的沙漠就是这样子的，粗犷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。拜拜，真的没饭吃。